police 大人呢，就是警察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英文叫做 police， everyone say police， police 不是 please 那个请的意思哦，我们要讲说 police， police。那它的谐音波利士就是 police 这个由来。Owen， 可怕的人，可怕的人。为什么你觉得警察是可怕的人？他们脸很凶。脸很凶，你讲得很好。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警察他们的脸总是呈现都是很凶的样子。你们看到警察叔叔都是微笑的还是很严肃？他们会比较严肃是因为他们要来维护我们的治安，他们要去抓坏人。 OK， 所以报案专线是多少？你们要记起来哦，110，台湾是打110哦。 OK， 好，再来，在哪一些情况下，我先不公布答案，你觉得可以打110？看到有人在抢劫。抢劫可以。卖毒品。卖毒品很好。这是我们的警察局，有没有去过警察局？有、谁可以回答我刚刚欧文讲的有一只小鸟，这只鸟是什么鸟？ OK， Nicky。 鸽子。对，它是鸽子。鸽子代表的意思又是什么呢？对吧，和平。答对了，2点。鸽子代表意思是和平，强化警察，保卫人民及维护治安之视觉呈现。鸽子上面的那个图案是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？一、二、三。 Ashley， 蓝色和白色。很好，蓝色跟白色。来，the first man's name was Kiki. He wore such little pants. His brother was the champion, but Kiki loved to dance. The second man was Choo Choo, a master of romance. He loved the damsel in distress, but not as much as dance.